听到奇讲最近东西在看麻将，我朋友说那比如在还有去看有没有那种电玩商店里面有了，第二人全部来掏有骨头也有了，有一些丢在那边，现在又不知道是谁在拖这些车了。哪是？要驾车去运动那边看的。像那人车主不要留不要那车，他有没有名字呢？有啦，名字没出。这样车走一看，哦，没有了，还是哪个那不在哪？那车都乱丢，像飘一样的飘。又不知道谁的丢下去，就要给人家插头插挂，哎呀，真可惜。那有钱呢？还是有功，没有那生蚊虫呀？这样又不知道谁的。我们那些呢，看到我也真浪费，又不是假的，你看现在没有了啦。上次我有出去去运动的时候，顺便刮奖投票，弄水的我在那边，也极可惜那些奖品，弄搬那一边又有啊，更加极可惜，这样漂亮的车，我连一切都没看到，弄着丢下就要给人家穿，没有了，极漂亮的，弄水的就那人不要的。这样又不知道什么事，那人不就不在了，这样没了飞鱼，应该说你已经给他钱了，我早想说，有的事不是我的，他没了什么的呀，不是我们那人就不能来，再没有人了，他们没了，又不知道什么事，好像漂亮过我们很多人的车辆。那条粉丝按钮就是那边屌死啊，女士，也就是动感情就在他们那边之间，又不是这里人，又没有粉分在他身上，梦想死的，你要放点粉在这里看，粉啊。家内人也会把话变糊涂，没去别人的活，就要惹人杀人，又去把黑山虎，就真是也出不进去。如果没有人家去不乱杀，不是讲嘛？有些人利用我们，就把人杀掉，这也是自己的一些强干的行为。我这个讲笑。这样才能自由认识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结交，要结交不结识，既有多数会这样说，还是学友还是这样说，还是你只有叫他走是正确的路，不要走错路，太前很快就会有找什么失败了。不交识友，就可以骗识友吧？那学友很容易。很香，那些差不多都没有听过这句话，见不到女的啦，长相不一样哦。什么好像都有些人为了追求自己结果，他们两边坐在一起啊，因为两个人上班，我总是遇到的这些，整天在花里。有些人想找快钱，但是很快花完了哦，因为快钱那人赚到了很快一两三次。就把手就开光明了，这样算他出力。如果一直做低，有没有一天会遇到啥啥东西啊？都是，那不是只是一种吗？我没有做过低。两楼子，七楼看过就在那。有一些线路跟你说呢，因为。河水不犯井水，只是说河水要我是井水，不跟你们都不要弄了，弄我就是善男信女，你弄到我做鬼，我都是那种别人永远没有说我是这种人，我是这人。如果你冤枉到我是那种事，你永远是这样子的。不要去找那个有机会，我是烈士，就是我不跟你去碰你，不是怕你，我性格是这种，不管是狗狗，我就站在对方，不理他，我是这样的人。
就好像那猴子很坏蛋那个是咩，那猴子我都想教训他坏蛋了。那些人其他的明显怕不怕你说你讲的，就好像那个太笨蛋了。现在还没有弄完，他跟我打架，跟他打过，但是赢到一点就是我，我输就是还赢，就是两败俱伤。这些人，人家说我自己人太深，需要有些人说他欺负他同类吗？你想教训他？不要没有，他没有跟我，他跟我死的猴子，他也知道跟我跟他性格是一模一样啊！哦，你看那只猴子哦，他也知道我的性格是跟他一样，我看不过眼，不为什么。